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今天我带大家去槟城 Bayan Baru 巴萨的小贩中心寻找美食。这里有很多档口，你叫得出名字的食物这里都有，任君选择。今天我点了鱼肉米粉，一盘9元。这个是海南鸡饭，belacan style的。这个档的老板是一个穆斯林华裔 Chinese Muslim。 一盘7元9。这是椰子冰沙雅嘎，红豆嘎红豆冰沙1杯2元7。 OK， 今天分享到此为止，再见。